我要翻盘的话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个条件？嗯，我要赢了你当女朋友行吗？一会儿打球东西放你包里啊，我就不带了。今天去找一位女教练小九。那当然，咱也是正儿八经的阳光男孩啊，而且运动型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还有这个，包里面。哎，心里有点小激动啊。哎呦，教练，终于等到你了，你教你真好。啊？好的，教练。教练，我这个动作不太行，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指导一下？先蹲低，蹲低一点是吧？好。然后再转腰。转腰啊。这手收上去是吧？收。对。收。教练，我这个还是没感觉，你看你能不能手把手教我一下，这样我这个肌肉记忆会更深刻。那行吧，你手把手教我一下啊。对，现在就感觉好多了，教练。天赋差，教练你信不信？就刚刚你教我这会儿，我就能赢你。你练这么一会儿就能赢我，那我十几年不是白练了吗？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就当教我实战了，好吧？你陪我打两局行吗？行。教练，咱们直接开始比赛吧。好。教练，你敢不敢让我叫个医疗暂停？我上来我就能赢你，你信吗？你这水平跟我打不了呀，随便你。哎，我刚放你包里那个达克尼喷雾呢，拿给我，快快快！简单一喷，快速渗透皮肤深处，喷雾细腻，即喷即干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运动量大的人去使用。好了，没问题了，你信不信我从现在开始翻盘？怎么可能？那我要翻盘的话，你能不能答应我条件？嗯，我要赢了你当女朋友行吗？行，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。哎，教练，你刚刚是不是答应我说要当我女朋友的？那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啊？那走呗，我带你去那个街上逛逛。没事，回头我帮你拆水管。What？